如你所见，这是一场野狼和农场主的终极较量，点燃了万千男人的荷尔蒙。这场较量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沉着冷静。如你所见，野狼正在啃食奶牛，突然被一枪爆头。农场主利用专业的夜视工具对准郊狼，不得不说夜视下的农场清晰如白昼，十字瞄准，一声清脆的声音，一打一个准，直接爆头郊狼。我们只能耍弄玩具枪，别人却是真枪实干，看着就过瘾。点赞转发，让更多喜欢户外的朋友了解一下吧。由于装有消音器，其他地方的郊狼并不会察觉有声音，他们继续撕咬着奶牛。他们奔跑在农场的附近，想着如何进到农场里面享受大餐。他们非常谨慎，听到隔壁倒地的声音也会逃跑，但是只要一停留，他们就会被射击爆头，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接下来欣赏农场主的丝滑操作吧，真的太过瘾了。点赞转发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